才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抽油烟机真的有点惨不忍睹，看得我头都痛了。我相信喜羊羊居家清洁一定能解决我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ASUS Family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家天天都会煮菜，每天呢、释放出来的油烟污垢真的是多到不可想象。所以啊，我就找了全台居家服务最优质的团队，让人省心又省力的到府清洗抽油烟机的服务。在 FB 数万人按赞推荐的喜羊羊居家清洁，酵素上去之后才会开始刮。慢慢的被撩起来，油这种东西哦，你会发现它如果遇到热或者它被溶解之后，它其实都是呈现白色的。你泡过之后，轻轻刷跟没刷过的地方，哎，小姐，你的抽油烟机清洗完毕了哦。对，怎么这么倍儿亮倍儿亮啊！真的非常感谢喜羊羊的团队，你看看也太干净了吧！我家的抽油烟机是不是像洗了一个美容澡呢？变到我都认不出来了。本来顽固的油垢
通通都不见了，干干净净的，好神奇哦！除了清洗这个抽油烟机之外呢，喜羊羊居家清洁啊，他们家的服务也是很全面的哦。还有洗水塔、洗水管、洗洗衣机、洗冷气都有哎。想要体验最优质的服务，赶快打个电话给他们吧，或者是上网搜寻喜羊羊居家清洁就可以喽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请帮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